丁，还好你没事。还好你没事，你妈担心死你了。你在这里干嘛？你不是应该陪你老婆还小孩吗？他们应该很需要你吧。讲话怎么这么没有礼貌啊。没关系了，小朋友不懂事嘛。对啦，我就是不懂事啦。我不懂搞外遇是怎么一回事，我不懂抛家弃子又是怎么一回事。等等，阿丁，妈要跟你讲一件事。佩华，算了，改天再说吧。不要再改天了，有没有明天都还不知道呢。我和姐夫，我们决定要结婚了。经过刚刚的那场地震，我们觉得应该要趁还活着的时候对自己诚实。妈相信你够成熟，希望可以祝福我们。祝福？祝福个鸟啦！你以为你几岁了还很天真吗？你这是妨碍家庭耶。妈，爸爸都这样对我们了，你还要这样对待别人的老婆吗？阿丁，你怎么可以这样说我？哎，好了好了，难道我不可以拥有幸福吗？哎，别再说了，改天再说吧。阿丁，休想我叫你爸！你偷看我洗澡的事情，我可没忘记。没有，那是意外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